家好，我是周深。这次是受到迪士尼皮克斯全新力作《夏日有晴天》的启发，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我的好朋友童哥还有金浩森的故事。这张照片呢，它记录的也是我们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同框。然后为什么说对我有意义的话，就是因为在这次活动上面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友情是什么，朋友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所有的好朋友都是可以让彼此越来越有那个斗劲儿和那个奋斗的力量向前继续冲。然后我也觉得这就是我们永远都是朋友的原因，因为我们说话之间都不用去考虑不用考虑其他的原因，只要告诉他最真诚的建议就好。也希望你能够跟你的朋友永远有这样珍贵的友谊哦。哇，叮，谢谢您，别忘了去谈夏日有晴天，和你最好的朋友哦。